接下来进入到加分题时间，有请一号包少林小姐。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我工作上最常做到的一个动作，叫做金币钩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的鼻子怎么怎样？对不起，注意点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二号 Amanda Wang 小姐，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心算，来，请主持人出题。60+60。80。三号林水玲小姐，有。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一边肚皮舞一边 rap， check it out。 幽默风趣绝得行，体贴温柔在一起， yeah， 选我， yeah。 四号葛宁巴舒勒姆小姐，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品酒，麻烦请主办单位先帮我准备个一手，谢谢。那个麻烦从边缘倒，要不然会有气泡。来，你的杯子，谢谢。怎么只有准备一个杯子？过来一起喝啊！麦呀麦呀提娃娃，麦呀麦呀提娃娃。小姐，我们还在录影哦。我在品酒。好了，小姐，要喝了。好了就好了。好。五号西城亚里莎小姐，こんばんは。我的希望亚里莎です。接下来我要表演的是国际贸易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邮局的人员。因为对不起先生，因为之前你在虾皮有购买一笔衣服嘛，因为我们操作失误导致向你的个资外流到云端系统，为了解除这个设定呢，请你到 ATM 去汇一笔手续费，差不多40,000多元是台币。什么？你说警察在吗？那你先不要汇了，先不要汇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干扰那个我们的作业流程。你看看旁边有没有别的间 ATM 还是超商什么的，人越少越好。你不相信我吗？难道你想让你的个资外泄吗？我是在帮助你。好的，谢谢以上五位的加分题表演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你们的选择是？